体面是你自己做的曲，当时做这首歌的时候想表达的是什么？当时我演林佳演的有点太入戏了，林佳其实是一个很不开心的女孩，她其实跟孟英在一起的所有片段，如果大家有注意的话，对，都不是笑的，只要是笑的都是傻的，对对对，都没有现在的状态。而现在的所有的戏对于林佳来说都是一种折磨，就是非常压抑的一个状态，然后那个感受其实是很不舒服的，所以其实自己需要一个出口。那创作就是我的一个出口。那你看到词的时候，哪一句词最打动你？其实是最后一句，再见不负遇见。主歌跟副歌的部分其实是在描述两个人的状态，但是最后一句其实是还原主题。我记得在电影里面的最后一个场景也是林佳跟孟云互相拥抱，它其实闪回6年前的一个镜头，就是给大家留下一个仿佛很美好的一个结局，但是其实再也回不去了这样的一个感觉，反而戳中了人的心中那个心酸的那个点。